我叫 Richard Lee， 是一个富豪。哎，讲笑啫，边有咁好彩？我都想。呢个先系我，我叫刘建平，以而家嘅讲法嚟讲，即系一个废青。我想翻工啊！你哋两个梗系打更换身做嘢啦。我哋每日主要工作咧，都系俾经理系咁乱咁插嘅啫。有咩插啊？我最用口。嗱，系佢。你咧？正常版面。我就唔知啦。嘟嘟嘟啦，系家产啦，你真系大。搞呢样，搞嗰样。有冇坐住？等阵。我都话有人噶啦。回水。佢喺度搞埋佢。真系只可能搞掂啊！你而家真系处冇用。我唔妥你，而家老笠你，有冇反对？我谂今晚得一个人可以翻出去，而呢个人，我想系我自己。冇用嘅嘢，呢啲系咪叫精神分裂啊？你呢啲系咪叫做中度弱视啊？欢迎光临。